好了一些了。现在整体感觉都好一些了，是吧？就是出汗也好了一点，没以前那么吃了一个多月的药，突然醒来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出汗了，出偶尔是偶尔出一两次，不像以前啊，没吃药的时候一醒来就是满头都汗水，吹空调也没有用，那咽喉也好了，那个痰没有那么黑了，好了很多了，那咽喉那里。舌头是那武汉吗？舌苔看来还可以啊。舌苔还可以，比以前好多了。那骨头没那么痛了。骨头没那么痛了，腰疼不是吗？上次痛了太久了，痛了一个月，整整痛了一个月。打那个止痛针，吃那止痛药失效了。你那个吧，跟你那个肾结石关系挺大的，肾结石可能卡着这个腰的地方疼，不，我觉得不一定是骨头疼。是腰那个肾结石一带的疼，主要是给你那个利尿啊，化石排石，然后看看这个结石能不能给你化下来，给你排下来。好看。